很多人都有听说过物联网，但是你知道如何透过物联网来管理设备和收集资讯吗？鸿歌 IoT Star 将是您建构物联网的最佳伙伴。对各项公共设备的用电量，使用鸿歌电表搭配 PMC 控制器，能及时监控能源消耗数据，并自动将用电资料传送至 IoT Star 进行汇诊，分析各项用电需求与习惯，并提供设备维护预测。透过支援无线 4G 的 WISE 控制器，即便是移动式交通工具也可以自动传送资料连线 IoT Star。 鸿歌 IoT Star 可提供云端设备管理及资讯汇诊服务，无需再以设备位置与连线方式解决过去无法远端管理虚拟 IP 设备的问题。工厂内设备机台数量及种类众多，要如何才能有效管理收集资料？依照不同应用案场的规模及属性，透过 UA5231 及 PMC 控制器自动连接 IoT Star 汇诊案场设备资料，对现场设备进行连接与监控，并由 PLC 透过 UA5231 转 OPC UA 直接写入资料库，大幅降低系统建立的时间与经费。搜寻 IoT Star， 鸿歌科技创新研发的 IoT Star 物联网云端管理软体，协助您建立云端管理中心，不需撰写程式，利用网页界面操作管理与设定，显示即时资料及历史资料数据的查询与浏览，现场设备与电力资料主动上传并汇入资料库，让大数据分析更加轻易。搭配 IoT Star Bot Service， 即可透过 Line App 监控所有设备，将中控中心放入您的口袋。鸿歌科技了解您的需求，并不断研发创新，是您建构物联网的最佳伙伴。